大家好，我是大头老师，很高兴可以在唐川开设萨克斯风的体验课程。常常我会被很多人询问，老师，萨克斯风是不是很困难？老师，萨克斯风是不是需要很大的肺活量？老师，购买乐器是不是需要花很多的钱？这些问题我即将在接下来的四堂课一一为大家解答，期待在9月17号星期六下午1点在唐川与大家相见哦。